有一班雀仔學跳水，佢哋跳學完跳水之後好開心喺度玩。有一隻雀仔好驚，但係咧嗰啲雀仔鼓勵佢只雀仔，最尾都跳咗落嚟。最尾佢哋又開心咁喺度玩。他們合作精神成長了，因為之前是很，因為他們不同班的嘛，但雖然大家都是小學但是不同班，但他們現在跳久了之後，他們是互相鼓勵，還有即有同學忘記拿道具，忘記拿即這些衣飾的，他們立刻提回咯。跳呢只舞，因为呢只舞跳上嚟好开心啊！我觉得有一样嘢几好，但系小朋友系十分之热情，同埋佢哋系好投入落呢一只舞蹈中咯。不管我哋舞蹈老师点样去要求啦，点样去严格啦，点样去闹佢哋都好啦，佢哋都唔会去喊咯，佢哋都会好正经、好严肃咁样听我哋去指导。佢哋真系牺牲咗好多嘅时间，所以其实我哋好多谢呢一班嘅同学可以付出咁长嘅时间去排练，其实都今日有見佢哋喺舞台上邊跳得咁成功，跳得咁整齊，其實都好欣慰咯。
只是一只羊，绿草也为我变得更香，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，老眼也为我变得柔软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羊儿的聪明难以想象，天再高心情一样奔放，每天都追赶太阳。有什么事情都爱开心，笑容都会飞翔，就算会摔倒站得起来永远不会沮丧，在所有天气拥有叫人大笑的力量。虽然我只是羊，运动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，三圈脖子扭扭，屁股弯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，放松，动呀动，跳呀，请做深呼吸。上肢运动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。背运动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一越来越美，人人都说 nice nice。三拳击的洗手，饭后记得漱口漱口，健康的人快乐多。笑眯眯笑眯眯，人人可亲笑容可掬。你越来越美，人人都说 nice nice。三拳击的洗手，饭后记得漱口漱口，健康的。运动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一越来越美，人人都说 nice nice。三拳击的洗手，饭后记得漱口漱口，健康的人快乐多。乖孙乖孙，你哋记住以后要多啲做运动啦。多做运动身体好，耶、
其實我覺得小學組和中學組呢，因為他們是分別在不同的年齡階段，我覺得無論是創作方面和學習節目方面呢，都要選取一些適合這一種年齡的學生的節目給他們跳咯。所以就是說，比如小學組不要給一些很大人化的節目給他們跳，他們一定是體驗不到那種跳舞的快樂，因為不適合他們年齡。中学和小学自己创作的节目都是上升的趋势啊，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，希望能够保持这个啊，能够尽量的呢自己创作创新啊，有自己的心意，自己特色的东西，少学点别人的东西，我们希望继续努力，再接再厉啊，更上一层楼，希望明年看到我们成绩水准有更大的提高。